陆军财务经理学校财务学系应届毕业典礼今天下午10点在财务学校东正堂举行。参加典礼的有全校师生、师长和家长，一共800多人，由陆军总司令于豪章上将主持。于总司令在典礼中曾经为他们佩戴了中尉官阶，并且颁发毕业证书。毕业生并且还接受了教育部所颁发的商学士学位证书。于总司令接着致辞，勉励学生们在毕业之后要继续在学位和品德上求进步，在部队中锻炼自己，成为基层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员。